嗨，小凤梨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寻找小小玲的答案公开视频来了。到底拿着雨伞的小小玲进去了是一号球、二号球还是三号球或者四号球中的哪一个呢？那让我们一起再来看看吧。大家是不是一次就找到了呢？那如果没有看清楚的小凤梨们，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吧。现在肯定能看到了吧？拿着雨伞的小小玲就在最右边。随着移动之后呢？哎，红色球进去红色球里面了，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三号红色球。猜对的小凤梨们真是太棒了。那么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个小玲推理视频吧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没看过？啊！啊！哦！